多时了，果然是你。 你放屁！老师让你尝尝当地人的滋味。志田，这些日子还习惯吧？壮了，你们的野菜好像比肉还能培养体力。<笑>让你吃苦了。其实一直以来，我都想葬身大海。 可现在却在黄土地里，我想我之所以没死，是因为老天觉得我的命还有价值。志田，我来是向你请教一个问题。请讲。古野千方百计的要围剿我们兵工厂，可为什么现在？
这个行不行？你根本上不了路。在你，在岸。 知道是甚，但你必定非常清楚，根本不具备远程驱散的能力。老子在这儿，小子们！ 弄死你！看你还敢不敢跟八路爷爷斗？ 这个邺城啊，在战国的时候，秀吉曾经造了邺城，可古野拿什么造邺城呢？影响战术安排的有两项：兵力和武器。现在，古野兵力少，他并不占优势。他会不会在武器上动脑筋呢？武器，重机枪、掷弹筒、迫击炮。 这些东西在平原上都不构成战术优势。现在看来，只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你想冒险接近不夜的布防？嘘嘘。 没想到，像你这样的枪手，也要依靠武器的威力来取胜。只要能赢，我当然会选择最好的武器。
日军怎么会没有设埋伏呢？这太奇怪了。英大军，我觉得奇怪的是你。我？对。我怎么奇怪了？虽然我现在穿着你们八路的衣服，但是你不应该忘了，我终究是个俘虏。你就这么带我出来，就不怕我跑了，或者是把你给抓回去？ 之前啊，刘保卫了试探你，给你创造过好几次逃跑的机会，你都没走，而且还奇怪，我们不妨想一想，有没有武器可以让他武器？如果是他，那肯定有战，那他武器，自己的武器，这武器真的可以动武器。 放弃了你无比坚韧的枪法，而选择了不适合你的武器——枪榴弹。只要我们与你保持一定距离，你将会彻底变成我的活靶子。 侦察兵回来了，卢师长。嗯，怎么个情况？谷野部队已在平原驻扎。有多少人？一个大队。哦，这个谷野也太小看我们了啊！照咱们今天全师出动，咱给谷野这个老家伙来个一勺烩。
种事能治之去呢？英明，太君英明啊！没疼，怎么办？是不是八路外援呢？派一辆坦克去接应黑藤，如果发现八路军的援军，就地消灭。嗨！报告，魏长官，坦克已经全部就位，等待八炮实弹，八路军已经开始攻击。坦克准备出击，将八路军的主力彻底击溃。沈枪手，这里就是你的坟墓。坦克，大哥，你见过坦克了？是不是大铁疙瘩，然后刀枪不入？不破了坦克，这后面的仗根本没法打。但是坦克也不是万能的。像我们周边全是大山，他想进来也不容易。可是我们也不能老缩在这儿，怎么着也得跟他正面碰上几回。画好了。你画的怎么只有外观，没有内部剖面图啊？我们日本的军工制度非常健全，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相应的专业分工，而不像贵军个个都是多面手。
刘三，哎，你来看看。哎呀，太监，厉害，太厉害了！怎么样，这回见识到我军坦克的威力了吧？哎，这谁也制服不了啊！要想攻破坦克，那得从天上来啊！刘三，哎，你可真不愧是武器专家啊！你算说对了。要想攻破我们的坦克，只有飞机。可惜，八路军没有飞机。对对对。刚才已经说过了，每辆坦克有四个人。分别负责驾驶、炮弹、机枪和观察。那简单啊，咱们把他给打死，把坦克抢过来，咱们用他们的坦克打他们，不就完了？想得美！想要吃肉啊，就必须先把人家罐头给撬开。人家靠的就是坦克。他们傻呀，能自己走出来？慢慢琢磨吧，这造大炮的任务还没有完全落实呢，现在又来了个反坦克，这困难不小啊。哎，你们三个就不能造一样东西，就是轰的一下就把他们所有的武器都给废了就行了。反坦克步枪，一定好！我马上联系全军搞坦克的，不管是哪支部队，哪怕是坦克的碎片、坦克的螺丝，也得给我送到兵工厂来。不就是一块钢板吗？我就不信了，我们共产党人天都敢捅，我还凿不透块钢板了？混蛋！
觉得我们坦克的威力怎么样？这次啊，你怎么了？太君，真没有办法攻克这些坦克了吗？你是说，还能有办法对付我们的坦克吗？太君，您别忘了，八路军里头还有个武器专家呢。应德，<笑>我相信他一定破不了。应德，那当然不行了，他连剑都没见过，那哪攻克得了啊？ 那你说谁？池田先生。池田是我们大日本皇军的人，他虽然被捕了，但是他绝不会倒向八路。这也难说啊。你想想，八路军最讲究攻心战术，如果池田被他们赤化了，帮了他们，这可就难说了。你放心吧。 池田即便被捕，他们也攻破不了我们的部队，因为前方部队加强攻击力了。嗨！站好！ 刚才我猛地一看，都没认出他来。刘宝，这是中了马蜂毒了。啊，这好好的捅马蜂窝干什么呀？哎，行了，水啊，水，快快快！我杀了黑藤。你杀了黑藤？ 黑藤君，你可以回故乡了。来，还有坦克啊！我打了一辆坦克。 我就拿着这个枪榴弹呀，我蹭，我蹭在坦克上，我照着里边，砰，就是一下。 坦克就让我给废了，刘宝哥，你真厉害，单枪匹马一个人就能把坦克给废了。不是，主要吧，是我杀了黑藤，引出了坦克里面的鬼子兵，要不然也没那么容易。<笑>哦，没事。如果士兵不出来，从外头很难攻克。哎，是。哎，这个坦克有了，咱们就好好的把它研究清楚，不弄清楚它的构造。 咱们呢，就不能真正的找到他的破绽。哎，莫三，通知大伙准备东西，弄坦克。是。志田，你是武器专家，跟我们一块去吧。好，我带路。嗯，走。厂长，
站长，队长有消息了。啊！游击队的同志打听到，队长没有死，是被鬼子抓走的。什么？没有死？是。哎呀，耀芳还活着。对。哎呀，太好了！那还等什么呀？我带人去救他。走。哎，等等。他是新的坦克，不用多担心。只要他活着就好。坐在外面。是。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刘邦。到。崔队长。是。咱们抵达了帮杀那个老官。帮我走。再打下去，会不会真的死掉？大野君，太啰嗦。为什么停下来？魏大人，看来就知道秦人了。非常抱歉，阁下。这位是还没有死吧？怎么总是喜欢笨自己的不住？你们是愚人子。来来来，我坐不动了。师弟，你看，这到底是你们日本的东西，你会开吗？我也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接触，得是这样的领带，才能经得住这众多位的替身。照这么看，我觉得可以参照履带的运动，用原木代替，利用杠杆原理从后面撬动坦克，推着走。推着坦克得推几天才能回去啊？是啊，大哥。不行，那太慢。那怎么办？其实咱们的目的不就是让鬼子找到坦克？所以啊，这坦克就更不能留在原地了，赶紧准备吧。啊，哎。那被坦克平地消失怎么样？平地消失？什么？平地消失？我好不容易缴获这么一坦克，你得运回去啊！研究研究。啊，坦克已经见过了，准备抱回去再做检测。我想到解决要方法。
说坦克两码事儿。你让他说。你看，这姚芳在鬼子手里，可鬼子的坦克在咱们手里。坦克是鬼子的宝贝，姚芳那是我们应得的亲人。你要说，你有什么？武昌哥霍小芳，这哥我还已不用成名，直接就点人，这武子要求高。就你，平平时，我放。这枪怎么样？好不会，都能不丢。小子，来，大哥，干！太君。八路军让人送信来了，还把坦克上的战旗也带来了，说两日之内您要想换回坦克就必须用姚芳换。既然这个女人什么都不肯招，留着她也没什么用处了。可惜呀，我们从她的口中始终没有叫出兵工厂的具体位置。那您是换还是不换啊？一辆坦克，这种买卖也太便宜了。好，那我跟八路说去，这事硬了。等等，条件？什么条件？我要他们归还。怎么了？他们要交换的是织田，这一条绝不能答应。那是不是换不了队长了？
前。